Hi guys, 欢迎回到丁丁马生活通。大家欢迎回来。那因为我们学校上个礼拜宣布说接下来两个礼拜都是远距，所以呢我就快快速速的冲了回家。那刚刚你们看到就都是我回家的国道风光。我刚刚吃饱饭，所以呢现在出来走走动动，要不然我的胃快撑死了。没错，在路边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走去全家，做什么呢？现在想说顺便吃个冰，吃冰，走。你看，传说中的无敌双杀，虽然说。其实我之前就有吃过了，但想说再拍一个给大家看。赞。其实刚老板不是老板，店员在帮我挤的时候还自己配音，无敌大双杀。他挤的真的很大坨啦，其实。这是我家附近的公园，前面就是我之前读的国小。嗨大家，今天是第二天早上。那今天还好，没有下雨。我们以为会下雨。然后呢，今天早上都没有课，所以应该还是会处理一些报告的事情啊，因为好像快处理不完了。然后因为刚好今天爸妈。下午才上班，所以中午我们应该一起出去吃个饭。大家，我刚刚来领的。我刚刚就是我之前抽奖抽到的赠品，没错，一台手机。那我现在又要去全家了，没错。我真的在家写功课或是无聊，就会想要出来走走，然后顺便去帮家人买咖啡。Hello， 大家，趁现在。刚洗完澡有空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抽奖抽到的三星的手机。那我应该没有要拆封它，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的，就是 iPhone， 没错。那我到时候会可能会把它转手卖掉吧。其实今天台中天气蛮好的，我们家这边天气蛮好的。但是我看到很多台北朋友说大暴下雨，听起来有点恐怖。好，那没事，今天记录就到这边。我生活其实就差不多这样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嗨大家，今天是礼拜三。那我刚刚已经上完线上课，现在要准备去吃午餐。没错，我们家旁边
现在在施工，所以有点吵。我刚下课了，然后现在要去买文具。那其实今天蛮忙的，就一直上课、上课、上课，上到刚刚才结束。好，现在车好像有点多，就不录了。台中真的是好地方，没有下雨。晚安大家，今天是礼拜四，因为学校那边有一些事情要实体处理，所以等一下应该会坐车回学校那边一趟，然后可能再去跟朋友吃个饭啊，然后上课之后再回来吧。所以今天行程蛮多的，走吧。高铁台中站，现在去买票，顺便买个早餐之类的。好，大家，我错了。大安站好像也没有特别说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慢慢散步回学校附近，或是去科技大楼那边吃。还好今天天气很好，可以这样散散步。我是一个很喜欢走路的人，所以这样散散步啊，然后看看沿路风景，其实蛮舒服的。嗨，大家，我回到我的房间了。那现在呢，其实我只是回来放我的衣服的，因为有一些衣服我把它带回去家里洗，然后等一下衣服收一收，然后可能就要去找地方上课。然后其实我今天上来的主要目的是要是学校教学评鉴的采访，也是等一下啦，所以就要稍微准备一下。其实蛮热的，今天很棒，台北天气赞。去访谈的路上，刚刚下了超级无敌大的雨，不过还好，现在好像慢慢停了。耶嘿。访谈完了，那其实整个过程我觉得还蛮顺利的，就是访谈的人员也蛮好的，人其实蛮好的，然后都很和善。那有一点是他跟我讲，反正就是原定访谈时间已经过了，我的访谈时间已经过了，但是我都还没进去，可能有不小心拖到一点时程吧。对啊，
所以我现在要回去继续上课。刚车上人太多，我就没有讲话。然后现在要出发回去，然后刚刚因为下大雨，然后吃饭的时候有点太落魄，整个无法，所以我就没有录影，全身湿光光。好，回家。我坐婴儿车。我现在在第七车。慢慢走走走走，更远。没事。大家好，天哪，一个礼拜过超快，是我身体现在真的超酸。昨天不小心淋了小小的雨。嗨大家，我刚下课吃完饭了，那我现在去牵我摩托车。没有，我只是要把它牵回家，因为送去保养。抽奖有抽中星巴克，所以现在来这里换。然后刚刚也去把手机卖掉了，耶、yeah。天是礼拜天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跟我妈出去吃饭，吃什么还没有确定啦，就等一下路上看看吧。来吃清景的，好，大家刚刚就是回到家，然后也开完另外一个会了，现在在打报告，今天应该可以完成，但是明天要上课的影片也还没看。远距教学真的会搞死人。好了，那这个礼拜就到这边。如果还有下个礼拜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。对，就这样。